欢迎回来。这一次这部影片跟上一部那个超跑是一起的啊！等一下，我看到 一堆美女的美腿在这边了。哇哦！可以开进去吗？不要怕，让我挤进去一下。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哇哦，这个 view 不错哦。好，可以录进去了。准备。哇，满满的福利啊，超多美腿的，想看更多帮我影片点个赞吧，引爆一下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这台车呢是这个克里克啊，威皮克里克。这台车呢有点复古啊，算是还蛮复古的车。我觉得它应该会改成像那个赛车用的吧，那种比较老牌的复古赛车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可以改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真的很 old school 哎、欸。车体有什么？移除边框。OK， 移除是感觉比较新潮一点。但是还是很 old school。这个灯也可以移除。保险杆呢？这反光好亮哦。大概选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天哪，这个。特制的比较好哦，是怎样？多一个防滚架，你感觉很冲啊。OK， 所以要把它移除了。特制化死亡是怎样？多一个骷髅头吗？多个骷髅头。这个价钱只是参考，之后应该比较贵吧。这引擎盖可以拿起来，哎，多个皮带，真假？用皮带弄的。灯就大概这样吧。我们看一下涂装好了，涂装有什么？超经典的。蓝色、黄色条纹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圣诞节会出哦，这台。哇，要送礼物哦。这车镜换哪边比较好、啊？哪边都一样、啊。这样子好不好？那。车体颜色换一下，红色会比较好吗？不要啦，红色不好看、啊，换一个颜色。好像很厉害哦、喔。里面的内装潢，侧门跟上面，那怎么都是皮带？这样大概是 OK 啦，就是涂装换一下嘛。我们来试车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像是还蛮厉害的哦、喔，超可爱的，超级 Q 的。我们下车看一下，这个是可以射几的，我没有枪，我安装一下枪。这个蝴蝶结是防弹的吗？我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喷血、欸？为什么喷血？
哇，怎么会这样？跟其他模组冲突了？那什么鲨鱼飞出来哦？啊，我的车子坏了啦！原来这车子坏掉是怎样？哎呀，子弹贯穿了，所以它不防弹，它只是造型而已。好，我们直接回去修车啦，好不好？这台车其实还蛮有喜感的，圣诞节来开一下应该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去修车，然后接下来我介绍这台小型的车子。这台车在竞技场里面有看过，还没有实际开过。哎，进去了 ，RC 王图啊，哦，帅哦，电动遥控车。我不晓得线上会不会有这样子直接玩啊？我们这样单机模组是可以这样直接开。这第一人称看起来还不错啊，人直接隐形起来了，我们去试乘一下好不好？闹一下路人。哎，他居然闪过了他，他倒了，他倒了。车子很快，车子很快。哎，别动，别动。哎，要跑，要跑。喂，我。哎呀，撞断了！人呢？哎，人跑走了，人跑走了。哎，不理我，不理我。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哎，他居然无动于衷。哎，害怕喽，害怕喽。哎，很好玩啊，这个小车车。啊，站不稳了，站不稳了。哎，站不稳了，屁股很翘。这是俗称的 M 型腿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就是要你摔摔。那个人就把他腿给他撞开了，有没有？近拍，乖。好了，我们玩完，我们先去改另外一台车好了。咚，撞一下。啊，好酷哦！线上如果可以开这个，太棒了。好，我们去玩另外一台车，好不好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未上市的新车啊，之后会出，好吧？之后会出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之后会出。爵士巴莫斯，巴莫斯 ，OK。好了，这台车是怎样 ？OK， 所以它是前面可以换这个前保险杆的部分哦。大概换一下吧，加支架，还有什么降落伞？黑色的是降落伞，我以为是喇叭、啊，把车盘挡住了，这样子好吗？OK， 所以它这个这是什么排气管分叉的好不好？分叉的，后面的、旁边也是可以的、啊。移除这个边框，有，移除边框好像比较好看。扩充的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箱护罩可以看什么。OK， 所以它会有多这个风扇。双个风扇，这个好哎、欸，散热器哦。引擎盖是怎样？加高式的、欸。哎呦，引擎也露出来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选哪个好呢？感觉这个比较厉害、欸。涂装有什么啊？条纹式的，哇哦！但是涂装会跟着这个改装的一起变不太一样啊，我觉得是不是要把引擎盖换掉 ？OK， 这个火焰就很经典啊，然后这个生锈的，哇，玫瑰啊，赛道女王，这72好像很厉害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骷髅头吗？骷髅头吗？
好像是我先把这引擎盖改掉，应该是骨头吧？确定安全吗？我觉得72好像比较好看，72。好了好了，就先选那个啦，72，换骷髅头也是可以啦。那主色调换一下，看一下颜色，这应该要配亮色系的，银色吗？不然边框换什么？单色。这蓝色好看。特技龙，一个人做了嘛？这是什么？黑胶车顶我觉得保持原样就好了。那这个呢？那个长长是怎样可以躺在上面睡觉？这怎么选？大家选一下。那这个车轮、车窗是什么？前面没有变后面跟侧边而已。先这样吧。这台车会有人想买吗？想买的按加一好不好？不想买的就按加二。我觉得加一应该蛮多的吧。我看到好多加二，应该没有人想买这台车。大家都想买法拉利或者是买那个魔神哦。OK， 我们的后面长这样子啊，前面长这样，起步很慢。我在割草割草机，起步很慢。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有看过这些车，然后它是比较没有这么漂亮的涂装啊。但是这种肌肉车路上很多，很常见啊。老美还蛮喜欢这类的车子。我说黑人比较多。对啦，我国小住的地方黑人很多啊。黑人多到爆炸，每个都住在trailer里面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个车子开回去改另外一台车。太太，让路一下，让路，拜托让路一下，让我去改另外一台车。好啦，这位可爱的车车，你先停好在这边啊，我先改另外一台车。另外一台车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台车是郁金香，哇，为什么叫郁金香啊？郁金香不是花吗？郁金香 ，OK，Anyway， 我们现在改。这个前保险杆有什么？这看起来很厉害，黑色的。引擎盖就多了一格嘞。侧边的好还是旁边的？这好长一根哦。这样子好了。那引擎盖有什么？跟刚才那个很像，就是有凸起来的，然后引擎外露。差不多，我们就保留这个引擎盖啊，原厂的。这样子我比较好改这个涂装的部分。有些涂装显示不出来，是因为这个喷漆的颜色太深了，没有。这个线条还蛮好看的，这个坏人。丑人，为什么叫丑人？这名称还蛮妙的。OK， 这个贪心是怎样？电信，这个黄黑色啊，闪电侠，逆闪侠，
涂装，我们先把这喷漆换一下颜色，把它改亮。啊 ，OK， 这个 OK 啊，换个颜色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涂装好不好？有出来，有出来，恶棍是黑色的，难怪刚才没有显示出来。这个就看不太出来了。好，我选这个啦，我比较喜欢这个涂装啊，42号。31号也还 OK 啦，安心。这个配黑色很好看，深色系的。金属的话，旁边的颜色就整个亮起来。Hello， 安安哦。OK， 我们坏人安心，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换一下颜色，红黑色其实还蛮好看的，但我觉得黄色、黑色、红色、橘色，金色、红色，感觉很高级哎。旁边有字哎，旁边有字的话，那要选亮一点颜色。要选黄色吧，黄色比较好看，比较亮。那这个里面，这个老流板是什么？后面可以翘起来。OK， 这个大概稍微选一下好了。差不多长这样子，那车窗就是深色系啊。OK， 我们去试车一下，好不好？去试车一下，改装过后就变不一样啊。然后起步还蛮快的，感觉很趴。这个有人会想买吗？想买按加一，不想买按加二。一人增长这样子的，后面有椅子，沙发。OK， 然后 OK， 那这些未上市车辆呢，在未来的几天可能会出，那就再多多留意一下。喜欢的话呢，帮我影片按个赞，好不好？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赶快帮我按一下订阅。然后帮我多多分享一下。那我其实我每天是有在剪片，那我是固定是晚上的5:30发片，那只是有时候可能不太一定啊，那请多包涵一下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